我们继续开会。我们请邱俊宪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好，谢谢。谢谢今天的大会主席、副议长，还有现场市长、副市长、各位首长，还有电视机前的高雄市民，大家好。我想大家对于高雄市的市政发展都一直非常的关心，可是我认为在讨论这一些公共政策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基于一个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去发展相关的讨论跟论述，这样子得到的一些结果才是可能未来在政府的政策里面是可行的。那今天我想有一些议题来跟大家分享跟就教。这张图是我们这几年我们高雄市政府在议会在大家一起努力下，其实亚洲新湾区的建设可以看到，包括会展中心大概花了30亿的新建成本，轻轨大概100多亿，然后旁边那个议事人员那个画面调一下，这样子跑掉了旁边还有我们的市立总图花了也非常多钱，然后副议长能不能时间暂停一下，让他们把调整 OK 好。然后我们的85大楼当初在新建也是花了大概150亿的预算，这一张看起来非常漂亮，我们亚洲新湾区现在的状况，这张照片相关的建设其实就要花了360亿。那其实不管是任何的政团的人，其实对于520之后新的政府蔡英文总统对我们高雄的相关的建设发展跟预算的补助，到底对我们是增加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大家有都很多的讨论。我讲一个客观事实，这几件事情是上一个会期结束到这个会期之间，在陈局市长带领我们行政部门还有议会很多共同不同的议员也都一直在呼吁在争取之下，我们争取到什么？劳健保补助124亿，然后建成新兵计划，一个在左营，一个在哈马星，也获得文化部核定了27亿的预算。前阵子铁路地下化，包括路廊的无偿使用，包括后来路廊上面的新建计划纳入整体计划里面，这些预算也高达104亿。我最关心的是我们的捷运延伸线、路竹延伸线，整体的计划也高达177亿，这些加起来有多少？有400多亿。所以第一张图那一个那么漂亮的亚洲新湾区相关的建设是花了300多亿，其实这半年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新政府具体的回应我们高雄市民的期待，其实就有这些建设的预算。所以在这边我要利用这个时间要让大家清楚知道，我们新政府跟过往的政府是不一样的，是用非常务实具体可行的计划来回应我们高雄市民的期待啦。可是这阵子我们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我们花了蛮多时间跟精神在处理一件事情，就像这一张照片呈现出来的，在干嘛？在拆未爆弹啊，而且拆了很多都爆炸了，造成大家社会上非常多的惶恐跟讨论跟议论。可是我觉得这一些政府政策的是延续的，所以不管谁执政都必须面对过去不管是谁执政遗留下来的问题，像这一些最近不管是网络还是主流媒体还是民间社团甚至公民团体，大家讨论什么？讨论劳基法的修订7天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讨论食品管制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台湾国人的食用食品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包括最近大家也议论纷纷的地价的调整。可是我要讲客观事实是什么，7天假在2001年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内政部就已经调整变成是只纪念不放假，对于非常多的劳工朋友其实是看得到吃不到。那这个问题也留了10几年，我们不断的讨论，可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所以才有新的劳基法的修订去解决这一些相关的争议，去让新的讨论新的空间可以开创出来。包括最近我们的食品管制，其实后来去寻找了一些相关的过去的资料，我们才发现在去年5月的时候，其实马英九总统接见日本的知事来访的时候，对于相关的政策的争议，其实他已经有做了政策的表示。包括地价税的税额，我们收到税单才发现哇，影响怎么这么大，去追查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在去年的8月在内政部的一个会议，主持人是谁？不是内政部部长，也不是次长，是地政司司长，一位非常优秀的文官主持之下，决定了影响全台湾人民的一个公共政策。所以来这个
我想要还原一下事实啊，这是去年5月14号哈，马总统在接见日本知事来访时候他的一个新闻片段。我想有图有真相，有影片有真相，让全体高雄市民来看看当初的马英九总统怎么去讲这件事情。来，声音拜托一下。台湾加强对日本食品的管制，明天就要正式上路。未来来自日本的食品一律要附上双证明，否则不得进口。日本宫城县知事今天特别来拜访总统马英九，希望能够解除食品的管制。但马总统表示，只要解决了这个伪造标签的问题，提出防止的办法，台湾方面就会尽快解禁。台湾加强日本食品的进口管制，15号就要正式上路。日本宫城县知事村井嘉浩14号特别访台，拜访政府高层，要拜托台湾解禁。下午更借由拜会马总统的机会，希望替宫城县水产业者请命，指出提交检测文件会增加成本负担，恐怕会冲击业者生计。而在日本访宾还没开口前，总统马英九主动提及管制日本食品输台政策，一谈就是10多分钟。马英九强调，只要能解决伪造标签的问题，台湾方面就会尽快解禁。现在的问题呢，不是食品安全的问题，而是标签它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个是法律问题，不是科学的问题。能够了解这个伪造标签的真相，然后呢，知道之后再想法子把它防止，这个时候再来开放，消费者才有信心。这次台湾单方面加强食品贸易管制措施，日本媒体有不少报道。产经新闻就指出，日方希望延后实施的日期，但我方没有给予回应。媒体也解读为台日协商破局，而日本有可能会对台湾进行贸易抵制。不过外交部长林永乐表示，双方还在持续沟通，希望进一步凝聚共识。说协商继续进。好，所以从刚刚的新闻报道的画面后，去年的5月14号，公共电视的采访是马英九总统公开的对媒体在接见日本的知事时候讲的。这个他讲什么？他讲了，这是法律问题，不是科学问题。我想每个人在一个公共政策上面有什么样的主张，有什么样的意见，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们要态度一致，我们要价值一致。所以当初身兼也是国民党籍的马总统，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政策态度是怎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态度。结果我们其他的政团的朋友有表示过任何的异议吗？很遗憾的，并没有。结果在今年520之前要交接前3天，马英九总统又讲什么了？很清楚，他讲了对福岛食品要解禁进口，他自己主张福岛跟其他4个县的食品要有效的管制之后必须要部分的开放。怎么可以对于同样一件公共政策的态度像初一十五的月亮不一样呢？好，所以这是我想要表达的，是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好，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对于不同的执政而已我们就有不同的价值跟判断，我觉得这很遗憾啊。好，那在网络上，因为现在的科技的发达，我们手机的 LINE 的传播实在是非常的快速，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谎言，非常非常多的谣言，在网络上的宣传实在是很可怕。现在的核灾食品，我比个例子啦，就像吸血鬼就要僵尸一样，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可是实质上看过它的人真的是没有啦。我们在政治界工作的朋友们怎么可以拿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来恐吓大家呢？让大家那么的害怕呢？包括比如说美国 FDA 的相关的标准检测等等这一些问题，其实并不是像网络上谣传的那样子的状况，在卫生福利部的网页上也有。可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是怎样，大街上造谣，小街里面才去澄清啊。所以对于这一些相关的管制，台湾政府并没有放宽相关的标准，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我相信这也是陈局市长一直在强调，我们对于相关的管制要求的标准是一致的。台湾并没有相关辐射污染的食品在市面上会让我们的国人吃到，会影响到我们国人的食品安全。包括这一个结果这个 FDA 的文件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说日本千叶县的竹笋产品，它不是说要不要加强日本进口的食品。结果我们都在网络上看到片段截取的讯息来自己吓自己。包括前阵子也看到一个说我们中正理工学院的核研所还是核研系证明了台湾的食品有辐射的污染，结果中正理工学院根本没有那个科系啊。
哦，就有造谣的人不用负责，我们却要花很大的社会成本来安抚我们国人，安抚我们高雄市民说没有这件事情，市面上并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对于核射辐射的污染、放射线的污染那么的重视，如果我们的标准一致，如果我们的价值一致，我要跟大家报告，其实在福岛在日本发生311大地震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担心的什么，其实不是日本的核灾食品，其实我们台湾周遭这些辐射潜在性的威胁到底有哪些。我跟大家报告，其实我们压力最大其实来自于中国大陆沿海的这些核电厂，还有我们台湾自己的核一、核二、核三电厂。这也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一直主张我们要非核家园，因为这些的风险都远大于日本进口食品所谓是不是有含有辐射污染的这个问题还要严重。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就离我们台湾这么近，就这么多的核能电厂，它只要任何一个事故在6小时内，它对台湾国人造成的威胁都远比日本来得高。可是这件事情，我们不同的政党，我们不同的民意机关有没有去面对，跟这些面对要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或者是管控这个风险，这件事情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讲了，可是很遗憾的，我们选择忽略，我们选择不去看它。好，所以不管未来的进口食品的管制措施是如何，好，我觉得过去台湾没有输入被辐射污染的食品，现在也没有，未来也不会有。我相信这也是陈市长跟其他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首长一直主张的，不管未来的管制措施如何，如何确保台湾的国人不会使用到被辐射污染的食品。我们一直在抗争的是说，是从哪个地区来的食品该进来该不进来，如果那个地区他能够证明他的食品是安全的，我们要用什么道理去拒绝人家的食品进来。就如同当初台湾我们自己本身发生了食品安全的危机，我们台湾自己的国人不良的厂商造成台湾的食品安全被打入好像跟中国大陆一样的食品不安全的时候，当我们的食品出口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自己的朋友又如何去说服其他国家让我们的国家的食品能够再输出国外？我想这是国际贸易的问题啦，怎么要怎么样互相往来，合理的去检讨，合理的去管制，我觉得这是现在的政府要去努力做的事情啦。我必须还是强调，台湾过去没有核灾食品，现在没有，未来我相信在蔡英文总统的执政之下，跟陈菊市长在高雄市政府的主政之下，并不会在市面上吃到所谓的被辐射污染的食品。我觉得不能再继续恐吓大家这件事情，包括现在在市面上我们很多其他的朋友在市场那边用公投联署，结果公投联署上面的题目是什么？你是不是反对台湾政府输入福岛等等等地区的食品？我要跟大家讲啊，福岛食品从头到尾就没有开放的问题，连公投的题目都要刻意的误导台湾国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我觉得这是很可惜。我还是要强调，所有的公共政策的讨论应该在建构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上，这样的讨论才有意义，而不是用抹黑造谣，然后变成大家都在论辩一个即使不存在的事实。所以包括地价税这一张公文要了很久，在财经委员会大家也讨论很久，这是104年8月28号内政部所做的一个调整地价作业方式的会议记录。我们现在争议的相关地价税的问题都是从这里开始，结果谁主持这个会议？跟大家讲，不是内政部长，不是内政部次长，也不是什么政府的政务官高层，是一位内政部地政司的司长。里面写什么？要求全台湾的地方政府必须去做调整，如果你不调整，我就要从统筹分配税，从中央补助地方的相关补助款里面去处罚你，去删除你的相关补助。这样的一个会议记录，我相信市府派去的代表应该也是我们文官朋友啦，结果就影响了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除了金门县以外的朋友。现在来结果朱立伦市长怎么样去讲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在讨论相关的公共议题，我们都要标准一致，价值一致。朱市长讲什么？他在市政总咨询说，他是中央政府要求的，是去年就决定的事情，新北市涨的都比其他的县市还高，他说这样的涨幅是合理的。结果其他政党的朋友怎么去讲台南市市长，怎么去讲陈菊市长？
说赖清德专断独裁，说陈菊最会加税，到今天我们还听到这样子的批判。那我请教其他政团的朋友，你们过去的总统候选人也当过你们的党主席，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讲这样子的时候，你们是稻草人吗？怎么可以就这样子，好像标准就可以初一十五又不一样了？好，我想这些都是最近争议的相关问题，它一个客观的事实呈现。所以我认为既然执政了就要承担，我们很多不同的执政同志在各个领域里，在各个地方其实都遭受到非常多的责难跟质疑，包括我自己在内，也非常多人打到我们服务处里面说，阿姨完啦，那地价税啊，你是在调整啥？啊，日本的食品到底会价值无？好，所以其实既要咱执政啊，咱就是爱承担吼。所以我刚刚吼，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啦。好，所以针对刚刚那几个问题，其实我这边要具体提几个建议啦。吼，关于地价税这一种吼，因为制度的设定、法律的设计吼，每个地方政府其实都会几年遇到这一次一样的问题吼。我在这边我要请地政局长跟财政局长。是对于这些政策会影响到全体市民的相关权益的，其实我们都少了一个政策风险评估。这个政策做下去之后，到底会影响多少朋友？其实从内政部到地方到我们的地价评议委员会等等这些讨论里面，其实是并没有也看不到的。政策还是有风险，它会影响到谁，影响多少？我期待我们的公部门，明年房屋税会面临到一样的问题。我们要做好这样的评估，我们要做好这样子的事情，好，让高雄市民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好，才不会一个政策出来之后，结果已经被讲的已经跟原本的样子不一样了，再来解释，好，这相对的社会成本也会付出很多。另外一个是我要要求卫生局跟我们的法制局，好，其实前阵子我在网络上有提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两个一样的食品加工品放在你的面前，一个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一个是来自于日本，我们问一般的朋友，你比较敢吃哪一个国家制造的食品？其实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大陆。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进口食品的疑虑是高的，为什么？因为过去十年以来影响台湾国人食品安全最严重的，其实是中国大陆进口的那一些食品，不管是添加了不合法的添加物或是假的食品，所以我在这边要要求我们的卫生局长跟我们的法制局长，针对高风险的这一些食品高风险食品安全的地区跟国家，我们地方政府要怎么去做有效的管理跟管制？这个议题不能只有局限在所谓的日本的核灾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包括越南有一些农药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地方政府要认真面对，去提出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跟可行的方案。我在这边公开讲，我下一次会期总咨询，我这个题目我一定拿出来讲。我希望半年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可行而且能够说服高雄市民，什么是高雄市政府可以做到来保障高雄市民更多食品安全的方法。这件事情我要拜托卫生局长跟法制局长，我们一起来努力。好，所以针对刚刚最近我们一直在拆炸弹，好，一直在处理这些公共议题，我想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客观的事实，过去不同的执政者怎么去讲这件事情，我想大家要去客观的去面对啦。那再过一阵子市长的就职周年也快到了啦，我们其实议会里面一直都在看说，我们是否过去跟议会报告跟市民报告的这一些政策方向，是不是真的有如此的在推动。这是快一年前我们讲的财政改革、城乡均衡、经济发展跟安全城市，那其实是要肯定陈局市长跟我们市府的团队相关同仁的努力。这一年来，尤其是520之后这半年，其实我们得到中央非常大的正面的回应，包括劳健保等等，包括陆主延伸线等等，其实之前几张 PPT 也有跟大家报告说，新的政府对我们高雄的具体回应是什么。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在媒体上只看得到一天的报纸，可是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是陈市长跟许立明副市长跟我们市府的同仁前去国发会的会议，去争取陆竹延伸线审议的会议的状况啊。Maybe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只是说啊通过了中央政府会面，可是这一步其实是非常的辛苦，从一开始到国发会的会议
同意，其实经过了15年，经过了24次大大小小不同的会议，才去通过所谓的可行性评估。所以在媒体上，我们看到也许只是小小的一个决定，可是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冗长的。所以我在这边，我要提醒我们的市府团队，包括我们议会自己，这是离下一届议会交接剩741天，时间不断的不断的流逝，我们到底要为高雄未来的发展留下什么样的基础，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我在这边有几个方向的议题要跟市长跟市府团队来就教，包括了后续的路网，包括管线的迁移，包括整个高雄的产业空间怎么布局，包括在我那边我们非常一直关心的是双湖的计划怎么样去落实。这张图其实是捷运局已经提送到行政院交通部，交给高铁局去审议的后续路网的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我要跟大家说明，这个我们也开过很多次公听会讨论过，一个轨道运输从送计划到盖好到落成到通车，上少要开10天的时间啦。一年的市场做了好，受选民的肯定，连任了后一年两年上少嘛8天而已。这意思是啥？一个新的计划，其实在一个刚上任的市长任内，他是看不到这个计划去完成的。所以怎么样去有效的加速审议的过程，一个计划要核定，顶一张的简报跟大家讲嘛，这个计划只是核定而已哦，要花了15年。所以现在新的政府，我相信我们地方政府陈局市长，包括我们的相关局处首长，应该是要有办法让这个审议的纸上作业的期程有效的缩短，让它实际上投入到公共建设上的层面要提早进行。所以包括蔡英文总统，包括林权院长这2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也是看到，明年开始要投入到各个地方政府超过1000亿的轨道的建设、运输建设，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机会，赶快让一些相关的计划核定。这个计划现在的状况已经是送到交通部了，我也期待我们捷运局长，我们要更加速的进行这件事情。管线的迁移，从817报之后，我们大家也很关心，这条红色的线是在位于鸟松区的水管路。我要跟市长报告，这个鸟松区水管路的一号桥、二号桥，在我们大选之前，是我们在选市长跟这一任议员之前，我们就去动土动工了，到现在已经快3年了。因为中油管线的问题，我们预算编了，可是我们没办法做。包括这么长的一条路，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车在上面经过的时候，它的路面龟裂、老化、破旧了。我们养工处公务局长也很务实的编好了预算，要去做刨铺，要去做处理，要去做改善。我要跟大家报告，我要跟市长报告，我们预算编好了，这两座桥跟柏油路的改善，我们却没办法进场去施作。为什么？因为下面有太多中油的管线，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样的事我也是刚刚像市长在进前回答其他议员，我们这回来拜托今麦担当市长，是不是可以赶紧来处理？已经第3栋啊，那今年出2栋而已，那一座桥真的是非常的有迫切性跟它的安全的需要。在这部分，在这边我也是特别再提出来，我知道公务局长很努力，新工处长、杨工处长也很无奈，可是我们不能继续无奈下去，我们要继续往前走。所以这部分在这边也特别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建议跟咨询。接下来产业的空间，我们也知道核发产业园区在新的条例过之后，其实高雄市政府在曾文生局长还有市长的支持之下，还有议会的监督之下，其实全台湾就这一个新的产业园区报编。那很高兴的是，前阵子市长2场的动土也都有去参与，有2家企业正式已经进驻在动工了。可是实质上的进驻率跟当初的预登记其实是有一段的落差。落差的问题，我相信经发局也知道，我们在部门咨询也有提出来，这个已经在想办法去思考要去怎么样去解决。可是未来我们产业的空间的需求还是在的。所以在仁武地区，在国道10号跟未来国七的预定的路线上面，所谓的新的仁武产业园区，谢谢局长跟市长的支持，我们现在也在办理规划跟深色设置的事宜，可是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定案。所以我也是期待说，我们在这一任的议会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案子拍板定案，让它继续往前走。接下来是什么？双湖计划。
左边这一张图哈，过去青年活动中心是救国团在维护管理，旁边有一块我们地震局在做的74期重划区，中间这一块文大用地，从民国77年规划要作为中山大学分校用地以来，它遗留了下来的问题，到现在过了快30年还是没有解决。这块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做有效的处理的时候，我们地震局74期的重划，现在要开始走进去环评前的说明，结果就引起地方上非常多的讨论跟不同的意见。结果在这两块地要处理的时候，其实又发现旁边这么大一块面临澄清湖第一排的土地，青年活动中心救国团所维管的空间，我们财政局今年年底就不再委托他，明年我们就要收回来高雄市政府自己管理。这三块地加起来这么大的一片，我在这边要跟都发局、要跟地震局、要跟我们财政局讲，其实我们应该要坐下一起来谈怎么样一起做处理，才有办法去解决这几十年累积下来没办法处理的问题，而不能一块一块的去把它切开啊，至少细节该何处理我先处理。我要跟大家报告啦，齁，青年活动中心跟文大用地明年1月1号开始还是一样，就是会放在那边，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处分，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利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这一块紫色的地方就是这个基地的范围，附近这么多的朋友居住在这边，也是我们县市合并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发展的一个，以前县市合并前是边陲地带变成市中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花7亿去把富鼎金公墓迁移，我们为什么要迁移之后再花一些预算公务局长的支持把它打造成双湖公园。另外一边对于一些土葬的地方，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预算成本，花了那么多的力气去处理，可是这边相对的生活的条件、环境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它的开发的潜力也不在话下，可是我们这几年县市合并第6年了，剩2年的时间，我在这边也是要请求市长，这不是一个预算价格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什么价值？过去延宕了30年一直没办法去解决的文大用地，我们陈市长愿意承担，我们陈市长愿意去面对，让这一任的市长任内能够解决这个30年从余程原因时代就留下的问题。这样代志发生时阵，我甲大家报告，我袂出事的。吼，毋过即马大家拢爱找我处理啦，吼。所以这个问题，我嘛是寄望讲咱陈市长甲咱的团队会使认真来面对，来处理这个工课啦，吼。所以刚刚的种种那一些简报的图说，吼，是要跟大家说明那几件事情目前的现况。所以我在这边要请教我们的市府团队，在2年内我们是不是努力来争取中央核定我们后续的路网的可行性评估，核定路网可行性评估几句话而已，如果以路竹延伸线是要花15年的时间，可是我相信轻轨的建设是相对比较单纯，而且需求性是够的，它会经过我们非常人口密集非常高的地方，经过我们长庚医院，经过我们正修大学，经过我们澄清湖风景区，每一年都至少几百万人次在那边出入，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提供比较好的公共运输服务。所以在2年内，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现在执政的优势让这个计划来核定？第二个，有关于每天成千上万车辆跟行人的安全，鸟松区的水管路线，我在这边真的要拜托我们赵建角局长，咱这节时间做来找咱的中油董事长啦，吼，这物件真正逐工做侪车，处长嘛跟咱去现场看过。预算已经编好了，我们却没办法做，这是最令人气结的地方啊！我们已经有预算要去改善这件事情，我们却办不到。就像之前凤山铁路地下化跟中油的管线抵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中油提出一些条件来跟他交换，他才愿意去牵线管线。好，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可是没关系。这就是一个困境，我们要怎么解决困境，这就是我们政务官跟民选的民意代表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这边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努力尽速来处理水管路这个，不管是路面的养护或者是桥梁的改建，来维持我们大高雄市民的安全。另外一个其实是文生局长其实一直很努力啦，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去强调啦，是也是一样，我们这一任期结束之前，中央来核定人物产业园区的报编，只要他核定了，未来不管中央谁当家，不管谁当家，这件事情就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是对整体的高雄的未来的产业发展是重要且需要的，所以这部分也是要拜托我们市府团队一起来努力。最后一个，已经30年的老问题，文大用地
包括旁边的74期，包括救国团的用地。我们都发局长，我们是不是我们重新再从都市计划里面的方式来考虑怎么样去整体开发，让真的可以去用一些土地开发换到的钱，不要增加市府的负担，用整体开发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些不管是375减租的佃农等等这一些争议问题。74期做得再好，旁边这两块救国团跟文大用地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个整个区块还是很开发的，还是发展不起来啦。我们不能只看到前门很漂亮，后门却是都是用铁皮围起来这么大的一块的空间，这些都是高雄市政府的地啊。一个环境那么好，澄清湖第一排，结果是用铁皮围起来，里面 maybe 有一些垃圾、野狗等等，不知道有的没有的都在里面。吼，我觉得怎么样去有效的去做整体开发规划很重要。宜德局长，我相信我们也讨论过非常多事，我也去拜访过你非常多事，说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样透过都市计划的手段，包括地震局长怎么样透过重划的手段，让它有一个出口可以去走，而不要一直停留到我们现在谈的还是30年前在谈的条件跟困难，这样子事情永远没办法往前走。所以我相信我们陈局市长所率领的市府团队是应该能够找出一个新的破口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刚刚这一些问题，包括这几个，还有最近中央面对到一些核灾食品的开放是不是有更好的管制等等这些措施，现在还有十几分钟，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陈市长还是许副长，陈市长，好，陈市长，请陈市长一个答复啊，再请许副市长补充。第一个非常谢谢邱进宪邱议员，给市政府很多我们辛苦正面的肯定。那我想在新的政府上任快7个月，但是解决我们很多过去大概15年来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对新的蔡英文政府高度的肯定，感谢他重视南方，重视高雄。那我想针对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未来在整个刚刚黄线的部分，那这个部分这个路网是可行，那说不定我们会有更积极的作为。那我觉得中央在这个部分未来整个路网的形成我们也有一些讨论。那最近公共工程委员会翁某那吴部长回到高雄，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啊，跟交通部都有一些讨论，所以我相信未来所有后续的路网的落实都不应该一下子15年，然后一下子被退回。我觉得我们应该规划的更务实啊，同时在中央对我们的支持的部分，都应该展现应有的行政的效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努力。所以我相信应该在我们的任内啊，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所有具体的作为啊，我们会对于邱议员，包括对我们的市民高雄乡亲啊，我们会有明确的说明。那第二点，我对于整个水管路，当时就是因为水管路它的用路非常狭窄啊，交通非常，整个车辆非常的多啊，我们对于现阶段将近3年那些管线的部分还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管线的部分牵涉到中油公司，所以我想现在新的政府好不容易对于高雄非常熟悉的曾经的我们前副市长担任中油董事长，我认为他有责任，我也相信他非常乐意，同时有他的专业的能力来处理我们水管路这些管线的问题，我对于他高度的期待。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公务单位跟邱议员，我想你们近期之内有关于水管路具体的问题困难在哪里，我们要求他限期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让整个鸟松区的水管路长期2年3年一直在那个地方，因为中油管线的问题，然后就让它这个无限期的延长，我不接受。所以这个部分一定用路的安全一定要限时来处理
啊，另外我想有关于新人武产业园区的这个部分的报编啊，我想我们的金花局、都花局等等相关的单位都在努力之中。那我想上一次荷花产业园区，哦，那个几乎是市府的团队跨局处，哦，只是超越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太多太多的努力，哦，真的好不容易让我们的荷花产业园区，我相信我对荷花产业园区未来的愿景是我非常的乐观啊，如果有若干的问题需要解决，我相信我们的金花局在这个部分会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文大七十四期啊救国团这个部分，那我刚已经跟我们的研考会，我也跟许立敏副市长这个部分，我就应该在整体非常严肃这个部分赶快来解决这些问题。总而言之，我想，我们对于执政的每一天啊，我们都是知道我们所承担的责任，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具体很努力，在这个最后的两年，我们一定要做得很好，一定能不辜负整个市民对我们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得到议会的支持，跟你讲多谢，谢谢。好，谢谢陈市长，我想等一下再请许副市长补充说明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过去也在市府团队服务过，也在研考单位当过机啊，剩两年多一点点的执政时间，我觉得我建议我们的团队要很务实的去盘整出来，我们这两年到底还有哪些事情要完成，这两年我们要替高雄未来的发展奠定怎样的一个发展的方案，我觉得这个很务实，这两年我们大家手头上的工作到底 哪些做得完，哪些是可以帮未来的子子孙孙奠定那些计划，去跟中央争取到核电计划，未来就照这个计划走，这是很务实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这边也是期待我们研考会主委刘老师，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办得到，而且我们应该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努力的来做这些事情。最后的一段时间，其实我必须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讲这个世代的正义要持续的改革。为什么？我相信现在的中央政府做的每一件事情很多都是处于一个要面对过去的乘客要去改革。如果我们用民调去说你支不支持现在的政府去做这样的改革，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好，可是如果你问说那你大家满不满意现在的政府 的作为，可能大家都不满意，因为每一件事情都会得罪非常多人，可是就因为怕得罪人就不去做吗？不行。好，所以我这边举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来做比较，要不要去改革，我这个问题留给各位，留给高雄市民心里面去想。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陈局市长任内利息支出最高的项目是什么？ maybe 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啊，那个我们每年为了公共建设，为了高雄未来的发展去借那一些钱。好，我跟大家报告，不是。我举这个例子，我们前阵子好不容易十一月份被核定的陆竹延伸线，一整条线的预算是303.4300万。我们陈市长任内支出利息最多的预算是多少？比这个还高啊！总加起来比这个还高是什么？2007年到2017年到明年为止，优惠存款的利息337亿1100万，这就是咱在讲的18%啦。这十档的现金拨在口袋的337亿。比一条陆竹延伸线还贵，好，所以面对这一些过去政府留下来的制度，这不是对错，而是选择要去面对。我们是不是要去面对去改革？我想这两个数字留给高雄市民，留给我们行政团队去思考。好，以上大概是我今天的咨询。那许副市长有没有要补充说明的？针对刚刚的一些公共建设政策方向等等这些议题，是不是请我们许副市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谢谢主席，谢谢邱议员。我想邱议员整个质询真的是可以看到这个宏观跟视野，还有非常，其实这几个问题都非常具有它的重要性。我刚其实陈市长已经答询的非常的详尽，我大概做一些简短的补充。第一个，我们轻轨的黄线这一个部分，两年之内要核定这一个路网的可行性，这个是我们的地标。好，
这个只是我们的地标而已。那至于这个鸟松区水管路，我昨天特别真的自己开车去水管路走了一趟，的确是状况非常的不好。那我想除了刚刚这一个短期在管迁上面，在这个道路维护上面来讲，应该要多跟中友再多一些积极的协调之外，事实上更长期的工作来讲的话，其实这一些管线都是从这一个小港林园的地区打到人大工业区，打到后进五轻。那现在后进五轻的问题解决了，未来其实长期解决在这一个人大工业区配合107年度的这个都市计划降等之后，这一些工业区如何再进一步积极辅导，做一个在区位上更合理的分布，这恐怕是这一个比较长期的解决之道了。好，那这个人武产业园区这一个完全这跟市府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未来在土地的准备上。那至于文大跟74期还有救国团的这一个用地，我想我们也都赞成这一个邱议员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啦。那第一个先把这个土地跟它的使用分区做一个盘整，在土地的开发上面去进行一些整理。那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务实的，这三个地方加起来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大，土地很完整，可是它的使用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包含它的这个水源保护区的等等的这一些问题。但是先把这一些可能的障碍估算进去，去进行在这一个使用分区跟这一个土地开发上面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规划跟动作，然后等待这一些处理完了之后，其实这个在市场上的一些动能进来，我想这一个部分真的是可期。但是我个人非常赞成，不要去切割开来处理。我想刚刚市长也讲得很清楚，这几个地区应该是合并来看。那最后当然就提到担任不管是民意代表或者是政府机关，我想在最近这几年其实真的都有很大的一个感慨啦。政府不可能完全做讨好人民的事情，不管是蓝的执政或者绿的执政，事实上都一样。那但是不要昨日今非，而且所有的这一个讨论都应该建立在一个正确的资讯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想这个都会是不管今天在公部门或者是说在民意代表的部门，其实会有很深的感慨跟对这一个社会的这一个期许。以上跟邱议员做这样的一个好报告。谢谢许副市长。最后剩2分多钟，我再重申我刚刚有提的几个问题，包括明年可能会去面对房屋税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的风险评估，相关举措要做出来，高风险食品安全的地区怎么去管制评估要出来，还有一个本来我今天质询要提的，我们的防灾救灾，我们的相关的很多资讯，我拜托相关的局长上网去看一下我们自己的网站，不足的地方有很多，跟其他的直辖市比起来，这些题目在半年后的总质询我会拿出来讲。我今天就跟大家跟预告，大家先做好功课。好，以上我的质询到这边，谢谢。好，谢谢，质询完毕，下午3点继续开会。